整红素经台北报道，90年代午间综艺《天天开心》收视率超高，捧红一票主持群，高群便是其中一位。已经63岁的他，晋商迷是武力全开挑战国标舞，更有趣的是挑战可爱舞风，国标搭配可爱俏皮的80年代 disco 风的扭扭舞及螃蟹舞，可爱指数让评审也招架不住。高群在40岁时取笑20岁的嫩妻，果真有助自己年轻化。高群笑说着一跳，自觉越来越年轻，对于驾驭可爱一事还认真说自己真的很可爱。扭扭舞是他当年节目上常常跟来宾跳，年轻时也会去舞厅跳的。63岁自觉体力可以，跳完觉得超开心。对于跳舞这回事，高群印象深刻说，我练舞练到晚上做梦都在喊节拍，晚上也都一直做梦，就连大公车还在那边扭扭扭，练到脚都一直酸痛发抖。高群回想自己从不会到会，那种很认真去练习的过程是自己最有成就感的时刻。高群自豪记下所有舞式，正面跳背面板住跳都不会忘，不过到了正式录影还是太紧张，第一步踩错那么致命的一拍，让我后面大乱，但高群随即找回节奏，更说在这次表演偷偷加入擅长的戏剧在里面，希望能加分为自己赢的好成绩。高群又装可爱跳国标，民视提供63岁高群装可爱跳国标，民视提供63岁高群又装可爱跳国标，民视提供。